啊，都唔足以你一股禁住佢。政府當然唔好太白啦，即係啊，攞到佢其他嘥咗錢啦咁樣。但事實上關鍵就係你將佢納入啫嘛，唔想係你喺呢個政制裏邊冇乜空間嘅時候，透過現有嘅經濟將佢扭曲一下、曲解一下啊，然後解釋成為即係解釋成為嘢咯啊，一種變相。你連咁佢都唔用佢，好明顯個政府咧係有問題。好啦，呢樣嘅政府啊，用啲咁嘅手段啊，剝奪我哋嘅權利，我相信大家要明白啊，到頭來損失就係我哋，冇咁短視啊。好啦，第二樣表達啊，呢個選舉嘅時候，公民權利或政權咧，你第廿五條咧講好清楚啊，選舉最重要嘅關鍵咧啊，就係民意嘅充分表達。呢、这個選民意志係我哋民意政府嘅基礎嚟㗎嘛，係代議嘅基礎嚟㗎嘛。啊，好啦，有出權，你唔去補選，你去咩咧？咁如果你補選嘅時候，就自然咧，如果你話比例代表制咧，啊，好自然咧就係、是、啊為公為父嗰個議會上面嗰另外兩個分呢、这個、啊、投票啊嗰、那個比例。